Hello， 大家好，还记得我其中一个视频有推荐这个炒粿条吗？如今他已经搬来这个地方了。已经有整四个月没有吃他的炒粿条了。Later。这里是玩具批发商，所以你要找玩具的话，可以来这边。A few moments later。
开的那一餐，我吃到很饱很饱，而且在结账的时候才发现，全部东西总结不超过100令吉。重点是价钱公道，服务周到，而且老板很健谈。食物方面选择性又多，重点是好吃，所以我强力推荐。因为刚才吃太饱，所以现在来广场逛逛一下，消化消化我的肚子。食物方面很值得，又很大份，所以如果你的分量是小的话，你可以叫一份两份来 share。 今天的视频就到此结束，喜欢我的视频记得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